好，看下这题哦，a 加 y 加 e 等于十，正整数解。什么叫正整数？代表说可能事情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对不对？所以正整数可以是零吗？不行。所以说这题你看一下，这三个相加等于十。老师好像可以把它翻译成把十个苹果分几个人？把十个苹果分几个人？三个人，但是很抱歉，这时候这三个人当中，每人至少几个？一个，对吧？哈，这时候每人至少几个？一个。所以十个苹果分给三个，每人至少一个。所以一人先拿走一个之后，告诉我剩几个？七个。剩下七个再给三个人，所以方法是 h 的三取七，七。它等于上下加加是几？十减一，c 二九取几？七，还可以转化成 c 二九取几？二，c 二九取二，九往下切几个？九八，七十二，除以二，所以答案剩几？36，是出来了。OK。